你这表情是安怎？是真委屈是无？会晓摇头，安尼就代表讲，我甲你扇这个嘴皮，我无过分嘛。黄秋怡，你真正是不务正业呢。我甲你请入来我的服务处做助理，助理做到尾啊，你会去做小三，来拐阮囝。啊，即卖你破病，大病院做病人，你嘛是用袂调，敢那真无聊咧。电话夹起来一直卡，无你是兼0204的小姐，伫咧叫人客骚扰人夫哦。我看你根本无破病，就算你若有破病吼，你这种病，病的医生无才调甲你医治，因为你是狐狸精狐心，这医生开刀注射拢总无，大病院袂开钱的嘛，嘛白了时间，你出院啦，这时离开，小丽。又来，起来，起来啦！玉兰，你袂当安尼，这是病院，你无这权利。是安怎我无这个权利？冠廷，甲你病院的医药费拢清完啦，出院的手续我嘛替你办好啊，啊你还阁唔出院，好好人占一张病床。你即摆浪费医疗资源呢？哦，我知影你的气度，你真恶劲呢。无你即摆是打算讲将病院这款医治病人心情的所在当作 hotel？ 你打电话约阮冠廷要来遮住眠是无？有够过分的！哪个有你做这款代志？将你这个狐狸精的病毒散布出去，安尼唔规间病院拢乱了了。我做议员，我就是爱来巡视。无论安怎，你就是爱甲我出去，拖落来啦！听到无？真欠，真欠啊！走较远咧，愈远愈好。拜托，卖阁我看到吼。玉兰，我拜托你啦，你莫安尼对待我好不好？我是真心爱冠廷的，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比迄金星龙搁较爱伊。我知影，即摆冠廷无得甲金星龙离婚，无要紧啊，我会当哦，伫伊身躯边啊袂破坏伊的婚姻，我啥物拢袂做啦。我只是想要。我只是想要好好爱伊尔，拜托你给我，拜托你啊！你嘛知影我的反应足紧的啊，我绝对袂避空的吼、哦！啊，你害我做啥我拢愿意，你莫安尼啦，莫遐尼凶啦，拜托的啦，拜托的啦，哦！我爱你做啥你拢愿意。如果我若爱你，为着阮冠廷去死。你捌听讲，有人请神妈祖倒来拜，倒来烧香。你敢捌听人讲，有人冒一粒炸弹倒来伫咧点火？阮冠廷捌落你这个查某，伊无活咯。冒你这粒炸弹倒倒来，炸落去到底，毋是敢若阮冠廷死，连阮哥家规家伙拢粉身碎骨。你真正当作我这好怪？小丽，对，是，你真正是赚到啊啦，有吃够有力啊，好办就好了，钱摕来紧走，
卖过来还议员，还够冠廷哥啊！议员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啦，别安尼啦！你爱去拜天公，求神明，通啊保庇赦免你的罪过。议员，卖菜呀，咱来走。王秋怡，你是翘翘人，我阁甲你定一摆，目色爱闭较紧呢。你唔通想讲，阮冠廷真好打，互你亲像沙龙 pass 安尼是，凊彩打拢会用。算你歹运，因为伊有一个老母，对小三真内行。我碰到的小三，你不是头一个，恁祖妈内行来的。我甲你电话较正确，为着冠廷，我什么代志都敢做。